让小杨毙了。好，小杨毙来了，小杨毙，小杨毙，废话，小杨毙。分开是吧？废话，有。咁樣即直頭咧，即佢喺呢度咧，呢度先至過嚟呢度，係啦，因為就呢度咁樣過去，然後跟住，係啦係啦係啦，因為我覺得有啲長，咁然後跟住佢過嚟咧，咪三個喺度玩嘅，咁因為嗰度 cut shot 都唔好睇。什么？好好好，我知啊。哎，嗰个指护人啊，嗰日啊，我就同阿长兄咧，一见到佢咧就好真实，好想打佢，但系夹咗我中间喎，佢又唔想打佢，变咗下下打我度，佢就咁打。好，我先影下。系。嗱，佢第一次嚟啦，咁样嘅，跟住。那你去哪啊？来了来了来了。要去跟。老板。这么搞笑你这个。是我觉得自己好像走了之后看了一个哈翻转头那句对白。三二一，开始。也不是他是离是远，对吧？嗯。喂，你不要碰我啊！干什么？我也没惹你。你别过来！哎哎哎！啊，我认得你哈。那过了嗰个子孙呢，咪就扎扎扎咁样，扎我长兄。你们在客栈等我一下。喂，你去哪儿？喂，文斌啊！紫姑娘什么人啊？哦，你两个都没见过的哦。其实呢，紫姑娘是一个武功高强而且穿紫色衣服的。这话想说不是啊，那个紫衣呢，那天一见到长兄呢，就不知道好嬲佢喎，咁好想打佢喎，咁但係呢佢又唔想真係打落去佢度，咁佢咪用呢啲咁係咁打落我嗰度囉。其實佢好憎佢，咁係咁打落我度，我記得佢第一招呢，即係一插佢腳下都係咁，你一係呀就插落佢腳紅呢啲呀，咁重呢啲呀點樣擋擋唔到我嘅嘢，一個回身佢又想再插，跟住呢紅呢就哎呀，跟住一插呢啲。望咩啫？神经病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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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我就告诉你，告诉我啊！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。喂，长林老乡，哼，干什么你？你干这人分量比较重啊！关总，你怎么这么激动啊？这么重那个就生气了。放你妈娘啊！放出去了！这么激动啊！把这个问题都算你出去了。好，来，再来一个。你怎么这么激动啊？跟踪的时候要起身后退后退，不能这么大气。你好，来，哇，我好像知道了，跟踪啊，就是虎牌的后门，别管激动，不会被发现的。哪那么多废话？你这么拿全傻了。那一开始我就是说狐狸王。狐狸王你们太开心。这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吗？不要看不要看。云晴。喂你们俩在干什么？好了，你不要看，不要看，别看，简直不堪入目，不要看。
换台。哈哈哈哈哈！偷人，要说遇见飞行，连这个都做不到。我妹妹也可以飞啊，这个叫真是我妹自由。这个叫小哥子怎么样？你给我闭嘴啊！这个女侠还叫她女侠呢。你，杜甫，阿涛，你白痴啊！我懒得跟你讲，你跟他讲。雪仙姑娘近日对长青充满了敌意，不知道在下哪里冒犯雪仙姑娘？你凭什么要人家对你好？你自己觉得人家有多好啊？人家好。如果在下有哪里冒犯雪仙姑娘的话，还请姑娘指正。我说你也不明白，你们男人都没心没肺。哎呀，你自己让人家伤心了一两百年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简直是木头。一两百年。对呀、啊，你也是、哎。对不起，他中暑了。我带他去洗个澡。啊、你别过来啊！男女授受不亲。你过来！我问你，你刚刚说什么一百两百年？你到底知道什么？你笑什么笑？你还笑？不许笑！好残酷的妈！没有，刚才差点摔倒。所以就笑场了。对不起。没事。哦，再来。接着演呢。你干嘛呀？我笑话就骗笑。来，笑场，这你看不出来吗？来，准备。来喽。3、2、1，算。啊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问你，你刚刚说什么一百年两百年？你到底知道什么？你管我知道什么？我就是想。就开完脚啊。刚才有一位身材只剩肉的单发女，我们干的一定好不好看。干嘛？没有啊。注意，啊，不要，这有了吧？刚才有一个身穿白发女。这个。注意我的白发衣哟。哥哥班长，刚才有一个身穿紫色衣服的白发女子叫我把这样东西。吴老师，我把口人。哥哥班长，刚才有一个身穿紫色衣服的白发女人叫我把这个东西。说，喂，你都讲了前排是要等。2、1，开始。土灵珠。土灵珠。很有力啊。是啊，土灵珠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可以了 ，OK 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好，整天讲。好嘞，3、2、1，坐。咩嚟噶？土灵珠。啊，对不起，哎呀。我错，对不起，这真的过不去啊，这不是我的问题，我。为什么？土灵珠。我对的。干嘛？你老笑的啊，对不起，最后一个了，不笑了。好，来，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没哪个。哎呦，我去，可不可以先带着我的手吗？不要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没哪个。是我的错。不好讲这个话。OK， 大家那个感觉哈，等一下啊。我一错难演的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没你的。土灵珠。哦，大家看木了。
还能看得见记忆的路线。